你知道我上一次来这边跳绳是怎么回事的？那个树对啊，断掉吗？你要从旁边爬爬爬上去，然后从那个树上跳下来。可以啊，那猴子才会这样，你是猴子哦。八戒，八戒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被白骨精跟蜘蛛，白骨精跟蜘蛛精，蜘蛛跟白骨，然后那是水帘洞。哎，不错呢哈。那怎么玩呢？怎么玩？这个啊，我们游过去。游。游过去。尽量有些它水往外伸嘛，对，然后跟着相应的力量，然后就是白骨精啊，你那个，你要不要？有没有去？好，我示范，好，示范，好。其实它是海龙王，它潜水嘞，然后流到哪？到石头布，等一下，你犯规，你先，他头，他要是这样，我想我手滑，他这样，他这样，你是那手滑，剪刀石头布，天哪，这是怎么样的命运呐？剪刀石头布，剑我没有，我就要说，我本来就要说石头，我本来就要说，你也是啊。我穿这个就不能潜水了、啊。飘过去吗？飘过去！我是海贼，你叫我飘过去。好了，我飘过去。我觉得他们过不来，因为水一直在推。他们如果没有从下面是过不来的，那就会好跳啦。跟你讲，先到那边只能游一小段，这边要游很大段。好了，要去哪里？
速进回来了。头发也比较简单呢。对，还有推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姐哥。嗨。而且这很好玩呢。对，蛮好玩的。还有更多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这里。这里抓鱼的。我发现了，欸，有你在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高。刚刚我们要游过去，游像我这种身高，哦，游好久，他们他一跳就到了。对，他在那边根本就游过去。对啊，我就跟他们两个说，豆哥干嘛从这边游到那里？从那边跨一下就过了。这是你跨一下就过了，我哪有跨一下？我要游很久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更刺激的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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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赛金，真的。快点，他都是过来了。两次、三次，这个怎么办？哎，我这样。不要下去了。等我一下，嘿。好累哦。哎，有没有要跟我们讲一些经验啊？不要。好累啊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哎，这个比溯溪跟游泳还累，又冷，然后头又痛。快乐，贵族今天大会报告，欢迎主席来了。OK 了，哇 ，Go。本来赶羊赶什么都是一群赶的、啊，赢家500块的加赛金耶！往后面加油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来来来！
其实会累，会累，会累，会累。好，行行行，好行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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